流到荒岛，就只好一起共度余生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心脏不舒服是不是？你要是真的走了，我会很难过，而且是真的很难过。他是一个有前科的罪犯，他不是老实，你敢亲手抓他吗？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